大家好，我是爷爷。哎呀，我们这次要开箱的东西是《刀剑神域》。对，那它这次它这个造型是 L 的嘛？对，它这次是两只一起的，两只看起来都很佛。好，那我们就是相关背景就不多做介绍了，因为我们介绍都是了。对，那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爱丽丝师奶之类的。对，那这是上面的资讯卡。好，那最近的《刀剑神域》立法算出来很帅，帅过山了，真帅过山了。哇，大地裂开之后，哦，好帅，好帅，好帅！后面就各种被捅。哇，看我看到我真是拳头很硬，你知道吗？尤其是擦眼睛那个眼睛在特写，哦，那个特写我真的是看了吓一跳。我大立法怎么搞成这样啊？官方就是立法黑，我不知道后面会不会出他被插到 PVC 啊？这个黑的太彻底了，这不行哦，有出他不行，有出可能会不会寄刀片，这可能会翻车。然后他现实的职业我也很喜欢，对吧？所以这次他这个同款我就买。那我们也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看一下。好。好，那我们零件拆开有分作二、四、六，六样嘛。六样。那首先就是职业，它就是一个本体，就是这样。觉得很可爱，不愧是我国。对，那再来就是立法。立法还是这样，就是 L 的它的造型，它的装束。对，然后这边就是拿刀，它这边有刀。有两把，不是两把，靠边有一把。然后加一个刀柄，刀鞘，超人的刀柄，刀鞘，是这样。那再来比较特别，因为它是同捆的嘛，所以它有两个底座，一个是这样，然后一个是这样，对，然后合起来，对，然后就会像这个上面这样子，当初我买这只的时候，我一直以为它的那个底座应该是像草皮。干！我刚打开看到那个脸都绿，说好的草皮呢？怎么是黑的？我跟你讲是草皮啊。没有，我一直以为会是类似这样。好，那我们就组装嘛。OK， 那我们刚刚组起来了嘛。那因为职业的那个底座那边，它下面很难插。对，那立法这边就是也比较好那个进去，因为毕竟转个角度，你不要在那边给我胖虎哦，头下来就想胖我，你自己在那边乱讲。小布王进去了，小布王进去了。然后再来就是刀鞘跟刀子这边。他有做防呆，不要做立法，他也有做防呆。你看他的那个底下职业啊，职业有做防呆、啊。看那个脚，那个防呆呆的有点严重，我他妈掰干嘛的？一直在干嘛掰的？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就是直接进入细节时间了。好啊，好，那 Let's go 了。Go。首先，我们先这样子看一下，因为立法它是固定是这样子，然后他职业是可以做一个转向，你可以跟他背对背拥抱啊，你也可以。那个回眸一下，你也可以盯着它，对不对？都可以。对，那这个设计我是觉得做的还蛮棒的。好，那首先我们先就来看立法的服装吧。好，我们首先可以看到立法的脸啊，这次立法的脸我觉得有点婴儿肥，那脸有点肿啊。主要立法还是那种活泼活泼、开朗那个感觉，他那个脸现在就是感觉没有到啦。再来是他头发这边就是做一个绑起来马尾的造型嘛。然后是做飘飘的，再来就是这边也是有做渐层的配色，这边有点淡黄色，对，然后旁边再来比较深一点的黄色，马尾这边也是，他马尾做的很好看，我觉得，对，它有那种飘逸感，对，飘逸感。那再来往下看就是衣服这边，因为 AL 他衣服就是算绿色为重了，他衣服这边比较像是做消光。衣服绿色这边也是有稍微做阴影的感觉啊，这是黑色，
就是响应你，就比较无敌感。对对对对，毕竟他真的那么呛。说句话。那再来就是上面这边，还有胸口这边衣服是做亮面。好啦，再来腰这边是做咖啡色的，但也是有做渐层。它那算是比较像束缚之类的吧？马甲，对，马甲，耶、yeah, ，马甲。嗯，对对对对。那再来是看它刀这里啊、喔，这边刀鞘也是做渐层，算墨绿色还黑色呢？墨绿色吧。墨绿色。对，墨绿色，那也是有做渐层。嗯，对，还算可以啦，算朴素，我是觉得这其实这把刀还算蛮好看的。嗯，对吧、啊？好，再来是刀子这里，刀子就是比较中规中矩的刀子啊。嗯，好啦，那再来就是它袜子这边也是做算阴影吧？对，也是用阴影来呈现它的立体感。对，那往下看鞋子这边也算是做渐层色。对，那再来就换我们的职业啦。就换职业啦。职业我做觉得做得不错。对，职业就做得不错，那个婴儿肥就少了嘛，算不外的。对啊，那在头发这边，它做的颜色也是有点像渐层，就阴影的感觉。渐层，因为小渐层头发很光泽嘛。好啦，那再往下看，就是它是渐带，它渐带一样是有做小渐层。对，好啦，那再往下看就是它制服的部分啦，因为他们的校服也算是暗色系的，但是它虽然说做灰色，它也是做稍微做渐层，就一样啊，为了让它的皱褶。立体感出来，所以采用阴影的效果。好啦，那再来是他鞋子，我觉得做得很棒。嗯，他鞋子真的有做出那种皮鞋的那种亮感，有还有打蜡。对对对，有打过那种鞋油吗？鞋油、鞋蜡。对对，就是有的人他皮鞋会上油，对对对，然后再用刷子刷。对对对，把它刷亮，让它变得很亮。对对对对，就有一点那种感觉。对对对，我觉得这做的蛮好的，嗯，蛮漂亮的。对对对，好了，那我们细节时间差不多到这边，这是我们立法跟职业的部分。好，那我们刚刚细节时间讲很多嘛，嗯，我们现在来总结一下。好，那。主要立法那边是比较光鲜亮丽嘛，对，但是他也是有做最基本的阴影的配置，嗯，然后做一些渐层色，嗯，对，然后整体上是算蛮还原的，主要是那个婴儿肥有点不太还原，脸部，对，对，那在职业这边就是因为职业本来就是中规中矩，对，所以他就是中规中矩这样，嗯，对，那虽然是说他的制服比较朴素，但是有稍微做一些阴影的。配置，嗯，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些学生或者是日本一些上班族，他那个皮鞋，对，都很亮，对，对，他是有做出来，就是这点算是还蛮赞，蛮不错的。虽然我知道你不是立法队，你是室内队，是吧？这样子你觉得你会比较觉得还是做好？职业，不同，就素素的，嗯，比较好看。啊，所以你比较喜欢这种比较素、比较平凡的，对对对，棒啊，觉得吗？那你也问我，还是你已经猜到了？干，不愧是我呢！哎呀，拜托，认识了好几年了，多久了？妈的，我还跟你二选一，哎呦！不说啊，假如说这前面师奶是师奶游戏里面的啊，这是现实中的师奶的话，干活是全都要、啊。那你问我，问你什么？师奶。干你师奶，我怎么知道你想要什么？问我没？问我你要什么？现实的。为什么？有眼镜。你不觉得有眼镜比较气质，比较可爱？是啊。啊，不过 GG2 的师奶跟现实的师奶，我选现实的师奶、嗯。但是以跑回去 AL 的师奶跟现实的师奶，我选择 AL 的师奶。哎、欸、呦，知道又多。哈好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。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也不要忘记开启小铃铛，边点赞我的，但是我可不知道。我想，谢谢，拜拜。Bye